可怜，绝对不可怜，死死不可能将你跟单的放弃。陈浩，我离开你以后，你一定会过得比今麦搁较好。穿你的衫，亲像你搁抱着阮的形影，面前大大的客厅，一出咱的电影一直播。穿你的鞋，亲像你搁惦阮的心。电话将转接到一级市，出声口开始计费。时间这呢伟大，什么拢会变化？花开花谢，脚步全无声，不敢真少听。世间这呢也宽。什么拢会变卦，无依无偎，放弃无人伴，你敢袂心痛？是我痴情不着爱，多好这一阵一阵想要来，压在心内，最后一句应该，莫用原谅解救爱你的伤害，痴情。一个风台，经过地动山摇了后，伤感会好起来。思思，我想要见你，我想要听着你的声音，拜托你接我的电话，好不好？既然决定要离开啊，我就袂当回应，袂当忍心，安尼陈浩将我都转去伊原本的生活。是我痴情不着爱，多好在一阵一阵强袂来，压在心内最后一句应该。好故事欢喜甲乐乐，既然你不是我的一条情路，我真心
여긴 깨님 경제 때문에 나는 그래 지적기 차리 已经不爱弟弟啊！你去认清这个事实，别再欺骗父母啊！不可能，四平用答应过我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能这么简单就放弃。我准备去找伊，我要跟伊讲清楚，就算是要分手，我嘛绝对袂离开伊。妈，你来阻止我。你好好去，你好好去，好不好？杨长浩，你别再闹好不好？你敢不知咱母仔起来出去这么多困难？你为着一个查某人离开杨家，甚至跟你爸拆破面，你爸把所有的亏拢出在我的身躯顶，而且迄邱如平趁这个机会，想要跟咱母仔起来所有一切拢夺走，咱用要一无所有啊！谁让你到这么还无愿意清醒哈？是安怎？妈，我早就已经讲过啊，尤家一切我本来就无拍算要来。假使讲咱能得到全世界，也毋过算失去事实。那安尼我干嘛失去全世界？你话去找伊。打出这个门，我哪死让你看？你为着一个查某人，敢无放弃全世界？那安尼是不是嘛？包括你的亲生妈妈，你是不是嘛？敢嘛失去我？妈。你现在要讲出这款话啊？那是你骗我的，讲我怎救你，安怎骂你拢不愿意听我的话？既然安尼，我规气去死死嘞！今仔就算你讲什么话，你做什么代志，你都无法度改变我爱思思的决心。我。好咧，要再听又讲你想得会这么讲？你为着一个查某人跟你母子呢？你想得要安尼对待我？你敢知你是我唯一的吗？你较尽责任好不好？是谁的话？我一再一再的，是。